我懂你姐妹，姐妹哦，妹妹，快来快来吧，姐姐啊、哦，快来吧，妹妹。隔壁的夹子蜥，呸，又是我。今天我们又来玩《港诡实录二》了。上次我们两个人没有通关，我们就来玩二，真的是挺二的。那直接开始吧。你知道怎么开始吗？不知道哎。好了，开始了。你看，哎，这么快的吗？那必须的嘛，我可是最快的女，最哎。怎么有点怪怪的？这怎么出去啊？要开门吗？应该是需要找一个钥匙吧。我们找一找，看看钥匙在哪里。随便点，随便点点点点点。你确定啊？啊、哦，我确定吧。你确定吧？确定吧？我不确定。哦，点门就行了。哦，笨呐、啊，点门。点门，你这么笨？我知道了，这一关要去封印佳慧了。啊！吓死人了，一定要找到佳慧，一定要找到佳慧。不要学我说话，你才在学我说话呢。那躲不了，在马桶里面找到一个面条，我找到了一个皮革卷轴。我把这些东西拿了过后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点一下这个挪盘。你挪盘，你都不去拿箱子里面的东西。挪盘是3、7、4，好，正确完成，门打开了，走吧。你好棒哦。那必须的嘛。哇，好崇拜你哦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这么崇拜、哦、从这里来妹。我知道这一关我不用在这一直讲知道了，你跟着我走吧，你像个傻子似的。你看你像不像一口井，横竖都二是吧？我觉得你更像那个哈包皮包皮龙。你骗我吧，你说的是包皮龙。美女，我先走。我不要，你走前头。你走前头，快点喽！快点喽！快点！那能够走都不怕了，我跟你讲。快点，你走前头啦！哦，那点不吓人。真的吗？那我站起来了。嗯嗯，你走嘛，不吓人。哦，天哪，黑死我了！有个 IP。佳慧，老婆啊，那是老婆呀，快去追她！哎，不过她这里门挡住了，我们进不去。你看，这个挪，我们要敲挪，走吧走吧，走，闪开闪开，不要怕不要怕。好还原呐、啊。这没有东西，安全这样挪，敲挪拿这个去吧，走，交给你了，下去敲挪了。我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不会，我没有心的。开始了，上二楼，二楼，那你先上，你，好，你先，你走，门开了，走吧，快点。那你就不要嘎呀，等一下我蹲着，我也蹲着。哦，没事了，真的吗？嗯，应该吧。爸，怎么两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变小了？哎、哦，我。我知道了，妹，快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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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过来，快过来呀、啊！你来啦！你那躲不了啊，笨呐、啊！那个桌子下面才能躲，你坑爹，你坑妹呢？不对，这你别过去，你别过去，你别过去！完了完了，就是这里，不要过去，要触发器开关，你不要过去，就是这里啊，不然怎么通关呢？来啊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啊，我干了！哎，你怎么死了，安娟？那可不，气死我了！都叫你跟我走了啦！哎，完了，我好像走错了。完了，妹，你快，你看，我跟你上面。完了，我们要嘎了。好的，啊！吓死人了，我去！你不要过来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完了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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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他还在后面吗？他还在后面吗？快吃星星！哎，我吃到星星了！哇哇！我好棒啊，妹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 我好厉害，我有点佩服你耶。毕竟我打过真人版的是吧？嗯，没办法。